所以我们今天学佛，我们已经闻到佛法了，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。我们为什么还整天觉得这个不珍惜，这个不满足呢？我们有智慧，但是我们这些智慧都是人间的，我们要把它变成佛的功德智慧，要忏悔自己的过去。我们生执佛事难呐，得遇正法难呐，所以我们今天虽不能生执佛事，佛住在这个世间，但是有幸佛的正法还在这个世间呢，我们还能好好的学呀。我们更应该把握种种的因缘，好好的听闻佛法，尊重供养，所以精进不懈。你们想一想，你今天长得面目清秀，你一定上辈子供华，你的眼睛好，一定是你供过油，你的口才好，你一定口吐莲花，你的人脑子清净，没有灾没有劫，你上辈子一定有修啊。所以一切都是你自己上辈子和这辈子的唯心所造，你自己今天要想信解行正宗，你想解脱要相信，你要修行，你要证得佛果，你要相信他，你要远弃古佛心印，你要把菩萨的正能量牢牢地放在你的心中，你让你的80天中的佛性来面悟你本来的90天中的阿摩罗氏的本来的拥有的佛性，这就是我们叫契合心佛合一，你这样才能一世修成，永断轮回啊。